Hello，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新火风燎原乱世英雄。新火风燎原乱世英雄是由东立出版社授权，以漫画火风燎原进行改编的全新 3D 卡牌手机游戏。火风燎原是2001年成魔改编自经典三国志内容的三国漫画，而玩家将扮演河内首富商家司马家二公子，也是残兵的幕后主使人，来展开了这段乱世旅程。而战斗部分采用的是即时战斗玩法，玩家可以安排自己喜欢的武将上场，尽情的在战场中斩杀敌人，也可以在右下角点击头像，就可以使用武将的专属技能。而后期也可以开启锦囊妙计，这算是一次性的技能，每场战斗只能使用一次，而每次使用都可以扭转战局。在战场上武将对峙的时候，也有机会触发武将单挑，这也算是蛮有趣的设定。而在通过第三章节之后，就会开启内政系统，而玩法就有点像三国志系列这样，需要建设、采集等等。而漫画中经典人物也都会一一出现，包含了水镜八旗、残兵等等，都会出现在游戏当中。玩家也可以透过游戏中的剧情模式，来慢慢回味一下经典的漫画内容。而目前游戏还在测试当中，我会将预约网址放在介绍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别让他接近司马大人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我们将玩这款游戏叫做《火凤燎原乱世英雄》。那它是一个封闭的测试游戏，上市日期还不确定，反正就是三国为题材嘛。等我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怒气值点选。好，我们先点怒气值。那其实它是一本香港漫画作家所创作的三国改编游戏，三国改编的漫画，不蛮早的，很早很早，大概2001年是出版日期是2001年。最主要的就是讲，我记得是什么水镜八旗。那蛮多都是一些虚构人物，然后再改变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技能吗？蛮多都是在改编一些三国的历史，但是都是虚构的。等一下，什么霸王入京？那边剧情其实有一点久，我只记得最早期就是燎原火嘛，然后还有司马，然后还有貂蝉，对。就这几个最主要的人物，我们先输入我们的名字吧。其实他之前有出过一款，就是手机游戏，好像是纸版的。然后我有试玩，但我蛮失望的，因为不够好玩嘛。对啊，那目前的话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有出一个横版的三国类型游戏，不过因为你想想看，这个火凤燎原他也不可能出动作嘛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好，现在是八旗，水镜八旗之一。元芳，其实我是想选元芳，因为他水镜八旗之一嘛。为首哦，水镜八旗为首。这武将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是水镜八旗为首的武将，智力91。本场战斗不再获得怒气值。年轻曹操，智力在73，有个弱的。他是骑兵，枪兵。为什么年轻刘备是枪兵啊？孙坚，我们只能选刘备啊。其实元芳也不要那么选元芳好了，元芳毕竟是八旗之首嘛。我记得以前那个还有什么脚有撩链的啊那些的，我是觉得还蛮期待的。毕竟至于我在看这个漫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真的有一大段时间。啊，所以燎原火最后变成赵云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燎原火最后变赵云嘛。对，就这个。不过祖云最后也是死掉啦、啊。他是真的有照那个《烽火燎原》里面的剧情在玩呢、欸。
来了，救我！来了，这个中间那个就是燎原火啊。这好像一开始的漫画剧情好像是这样子。什么？马上被击败？怎么可能？我要集气，怒气，给我怒气！看八岐之手，我有看漫画，只是太久了。而且因为他好像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在看，然后他连载的速度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，再看一看就忘记了。就用这招解决你，造活长山剑法，左取右回。糟糕，公子做得好，公子为咱小人救驾来迟，大人受惊了。卡是什么？小心，还有一个。哦，对对对，另外一个。他不叫燎原火吗？会得到谁？就燎原火吧，我猜，我猜。啊？为什么是得到他？竟然是他！新手招募必得吗？这是套好的吗？甚好，我们的阵型更趋完美，现在是小试身手的时候。哎，刚好我看到那是吕布，哎，兵败如山倒。对吗？峰回路转的剧情。好，这里有兵种相克了，然后只有攻对齐嘛，对不对？每次都是这样，大家都通常都这样子。他现在是自动战斗吗？让你见见八岐之手的威力，让你见识一下八岐之手的厉害。我的兵力感觉也太强了吧，我们加速一下啊。还不行，还无法加速。阵前激励特效感觉有点弱，哎，我还有啊。恼羞成怒了吗？临危不乱，你只可行退。做我父亲的都小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未见过打十几个，总比打十来个还实力。有一点回味剧情的感觉。灵挂了，阵前激励。好了，我觉得玩法还不还可以啦，毕竟就是三国系列，就也只能这样玩啦。世人皆知我许灵麾下，别让他过去。可是，如果这小子，一个能，
经验书，升级啊！我们来把这些书本交给信赖的将领吧。除了依靠经验书外，赐予将领不同宝物，使其提升阶级，跻身强将之列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既然获得了一件装备，那就快穿上吧。有装备吗？这件好像不太行，也罢，去作坊把它锻造修改一下。强化。你已经掌握了城中的运作，那我的任务也告一段落了。司马懿，希望我的谏言能助你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。司马懿，退下吧，司马懿。等下登录讲第二是什么？欸，我本来就有啦。燎原火要到第几天？他测试时间都不一定有那么久了。那我先去招募一下。招募一下。是谁呢？我不认识的人，我真的不认识。良将。要用2000，那我有20000多吗？蜀国名将，为什么我只能残兵名将？蜀国名将，名将，我没有名将啊。买吧，有买吗？买到了吧？哇，这么多书！哎，徐盛走开呀、啊！哎呦，徐盛叫你走开还来？哎、欸，我不要，这谁啦？哎、欸，纪灵还可以啦，皇祖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要走元素系列了吗？哎、欸，有了，八旗其中一个，潘璋、刘华，有了韩当。还行，我们再造一次如何？喂，我钱很多啊，我钱很多啊。大爷教你什么是氪金啊？曹洪好丑，孙干。诸葛瑾不认识，八旗之旗，哎、欸，不错，周瑜，我刚刚不是用那个吗？残兵系列的吗？谁？哎呦，我已经有元方了啦！不过还可以，我刚刚是用残兵，我用残兵招一次，好吧？我们残兵招一次。虽然招一招就没钱了，你这燎原火得到燎原火了，年轻曹操跟燎原火，蜀国名将，我们有蜀国，再一次就好了。谁？蔡瑁，就那火烧船的那个蔡瑁嘛，于禁，曹操的于禁，杨凤不认识，侯臣好像也是曹操的侯臣嘛，吕布的侯臣呐、啊，吕布的侯臣，哎、欸，碎片的赶紧走开啊，不要拖我财钱呐、啊。
又是菜吗？我刚记得有黄色的啊。尾序。我不是你。哦，小梦，小梦就是那个貂蝉，我们得到貂蝉。好，我觉得够了，我们可以先去将领。我降你太多了，等一下编队一下。我现在只能上阵两个，所以我把这拉掉了。筛选，我可不可以筛选就是珍贵度、啊？珍贵度 S 的好不好？周瑜，我把周瑜换掉。疗愈火其实我也想用啊，可是因为台不能用，不然我先换掉。哦，不，算了啦，等。我们先换疗愈火吧，然后我们先跟着关卡走。等一下应该有别的东西。啊，吕布要出现了。杀雪灵的凶手是独眼的，赶紧传上。好，速度加快了，终于有加快功能了。让你见识一下八旗之首的厉害。我要组一个八旗队伍。还不错哎，但不错的是在剧情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。这是新手，我们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蛮多钱的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商城花一下？这是什么铜钱？加速有什么加速？士兵加速。招贤令，招贤令。我还没有到建设那个那一块欸。第三章才有。按错。那我先赶快玩到第三章吧。洛阳人哪有？土豪是谁？老爷。
手的厉害。江中有鱼，细浪化龙。哇，单挑！好刺激啊！